我们居然家一般的牛仔还要薄，比一般的牛仔还要软。我觉得它是做那种比较刷白，它又比我们居然家之前卖的一些牛仔丹宁类再白许多。然后你看它就是这样软软的，连领子都软软的，所以即便是你在非常高温的海外都不用担心，这个到 L 都一定可以驾驭之外，手这边空间感都很足够。然后你看它是做一个小小的这个小抓皱，有没有非常好看？这次呢一样是做两个夹翻盖给大家，然后呢排扣跟外侧线，它下摆不是收腰的，有些人不喜欢这样收起来短短的，它是直接宽版的。这件我就讲了，看起来还是一样是牛仔，硬硬挺挺厚厚的感觉，但我捏起来给你看，它就这样子这么薄这么样的软。你也可以拿来披一下当成是小外套，所以这个夹口你看也很舒服，你要装肉肉或是你要装衣服都可以。如果你是穿一些吊带裤类的细肩带的洋装，找不到外罩衫，想要来一点牛仔外套，但又觉得牛仔外套长袖很热的人，你们就可以拿出这个牛仔短外套。